What a beautiful weather. I feel good. I need your smile. Decolada 可心重新再到以后修订修行的心我们就能爱拉入苦好像是地方地你文化彻底打开我心房陪我说话 I love you baby You love me baby 未来幸福就是这样一刻来的梦想爱你爱我这才实现梦想围绕在你前进守护你的距离想穿刺永恒的未来你实现哦，你所有心愿，在慢慢靠近的一些，在爱你你的心。Hey beautiful 你看个电影，你至于那么理智吗？这不电影吗？你还能喝得下水？这血都流成这样，你还能喝得下水？拜托，你平时不给病人看病啊？动手术的时候不都是见到血的？就你还医生呢，一点承受能力都没有。我告诉你，我可是男人中的男人。还亏了我觉得你跟胖子像，我真的是太低估你了。你说什么？我是说。你一个女孩子家出来看电影是吧？你跟一个男的在一块儿，你不应该是这样的表现。最起码你不能比这个男人更强悍吧？你是不是生气了？没生气，我生气什么呀？我就忍不住，我想好好的教育教育你。你说一个女人想要得到一个男人的喜欢，你不能老表现得那么强势，你得有的时候表现得弱势一点。尤其是看电影，你比如看恐怖片的时候，你最起码你得表现得害怕吧？适当的时候你得尖叫。你看旁边人家叫的多好，是不是？你得多学着点。你只有这样，你才能跟一个男人拉近距离。你知道吗？这都不懂。哦。你这连拖带拽的，你当我看五 D 电影呢？什么感觉啊？学霸就是学霸，我刚刚教会的马上就用了，你这学以致用啊！我佩服你啊，哥们儿。啊！什么东西？干嘛呀你？不好意思，我那个电话响。哎喂，我现在正在电影院看电影呢，怎么了？你现在能过来一趟吗？我有急事找你。不行，我马上过来。谁呀？还能有谁呀？你躲呗。他那儿临时有急事，我得先走一步了。你自己一个人在这看没事。Those things are everywhere. 没事。那我先走。什么？失忆？演电视剧呢？小点声，我都没有告诉他呢，我怕他听到之后会受到刺激。不是你确定吗？叶琪不会再耍你吧？不会的，他自己还以为他跟肖亮在一起呢，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像从来都没有见到过我，而且什么？而且喜欢一个人的眼神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我看他看肖亮的眼神完全就是那种很单纯的喜欢，跟原本他看肖亮那种复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这事也不难，要不然这样，你跟他说实话，就说肖亮现在是你的男人，让他离远点。那怎么可能啊，我要是现在把这个告诉他，他一受刺激把这五年之间的事情全都想起来了，他这手里面还握着我的秘密呢。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怎么办呀？那走一步算一步吧。行了，你别胡思乱想了，顺其自然吧。其实我担心的也不完全是叶琪，而是肖亮。肖亮怎么了？肖亮他以前跟我说过，他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跟叶琪很像，
那以前业绩他那么不好，所以肖亮看见他很讨厌。可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好，他还每天在肖亮面前回忆他们过去发生的事情。我怕肖亮对我的感情会产生动摇。那怎么可能呢？你这不开国际玩笑吗？肖亮的心思我了解，他不可能会喜欢上别的女人的，这一点我可以拿我纯洁的名誉向你保证。你再不行你就别让他们俩天天在一起。那怎么可能呢？他总得有人得照顾他吧。要不我去照顾他，反正他现在都已经变好了，也没以前那么讨厌了，我跟他待在一起应该也不会有那种不喜欢的感觉吧。有的时候其实我还挺理解他的。凡，你这心也够宽的啊，为了一个男人跑到医院来照顾自己的情敌。什么？叶琪他醒了？是的，昨天醒的，不过有一些问题，叶琪他失忆了。以你的性格，你不会放着叶琪不管的，你打算怎么安排呢？他从小就是孤儿，以前的财产在公司破产的时候都赔光了，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所以生活上的问题当然由我来解决。我知道，我知道你自己会处理的。我现在问的是，叶琪这个人怎么办？你负责了他的生活，你负责得了他的感情吗？你要知道，你选择的是米朵，你要为米朵考虑，所以你绝对不能跟叶琪太亲近了。我明白。怎么会是这样呢？医生怎么跟你说的？哎，如果叶琪恢复记忆，那胖子跟肖亮就要分开了，那就该轮到我上场了。不行，这么想太邪恶了。不行，哎呀，不行啊，我不能这么邪恶，不行。你干嘛呢？我锻炼身体呢，装装更健康。要不一起装？算了吧。哎，我问你，昨天你去米朵那儿怎么样了？他也没什么事儿，倒是你啊，电影看了一半就把你一个人扔在那儿了，挺不好意思的。哎呀，那有什么呀？你不是说了吗？我跟爷们儿一样彪悍呢，自己看点电影怕什么呀？倒是你要是勉强自己陪我把电影看完呀，我还要跟你说对不起呢。我觉得作为朋友吧，就是要支持你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嗯，谢谢你了。哎，对了，那个你以后啊要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你可以来问我。我跟你说，我上大学那会儿还修过心理学呢，我对开导人可有一套。哎，打住啊！像我这种叱咤情场数十年的高手，怎么能听你个爱情白痴的呢？有些话我不说，我是怕吓着你。我曾经当过爱情导师，像我的学生现在在外边个个都是高手，有的都结了好几次婚了。那不就等于离了好几次了吗？啊，不是，是那个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说米朵？啊，对，我都把她训练得要嫁人了，但是嫁的是别人。顺便，干嘛呀？看到老朋友了，紧张什么呀？你到这儿来干嘛，林子良？听说你生病失忆了，过来看看你不也是挺正常的吗？我好不好跟你没有关系。如果肖亮知道你来这儿了，他会不高兴的。你赶紧走吧。看来你真的是把过去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啊。哼，忘了也好，落个干净。好吧，好好休息，就不打扰你了。
想不到你照顾叶琪倒是挺用心的，无缘无故的跑过来给情敌献殷勤，这不是你做事的风格吧？叶琪他是一个病人，我替肖亮照顾他有什么问题吗？别把自己说得这么高尚，你之所以对叶琪这么好，肯定有其他原因吧？还是说他手上也抓着你的把柄？对，他知道我的秘密。那这事儿就挺难办的，如果让他恢复记忆了呢，又怕他把秘密说出来，不让他恢复记忆呢，他又说自己是肖亮的女朋友。米朵，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纠结呀？到底想要说什么？我跟你的想法一样，我也不想让叶琪恢复以前的记忆。从现在开始，我跟你是同一阵营的，我可以帮你把叶琪送走。你笑什么？不管你对叶琪有什么目的，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过节，我只想告诉你，我跟你永远不会在同一个阵营。你话别说这么绝，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敌人，你还是把事情想清楚了，等叶琪恢复了记忆，这事儿反悔都来不及。我告诉你，叶琪现在是个病人，他失去记忆了，我不准你再对他做任何不好的事情。我应该说你天真好呢，还是说你愚蠢好？不过你越是这样，我倒越期待，等有一天我们真的站到一起了，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很兴奋的。慢点儿，鬼鬼祟祟的偷地雷呢。上次不是跟我说我不懂爱情吗？啊，我说过这样的话吗？可能这段时间用脑过度，我给忘了。就我想，就我们上次的那个谈话，我想再跟你多聊两句。这都隔了几天了，你还能接上茬呢？当然了，你上次跟我说你因为米朵要结婚你心里难受，我特别想开导你，可是我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于是那不了了之了。就我说这位同学啊，我说你是好学生，当的时间当得太长了，这脑子怎么不转弯呢？这朋友之间聊天又不是写作业，你今天写不还明天补啊？行了，我反正哪天我要是实在再想不明白了，那我就再去锻炼锻炼，我撞会儿墙，我撞着撞着我就撞明白了。不行，我跟你说啊，我这可是准备了好长时间的，你必须听。坐下。啊，行，我听，我坐下。大师说过，这爱情的产生和消失呢，是不由我们自己控制的。当你得不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他就会变成我们心中的一根刺，一根刺，然后你就会隐隐作痛，然后就一直痛，就隐隐作痛，就。棒棒的，一百分儿，痛痛痛！我求你了，别再说了，再说我就真的隐隐作痛。怎么样，你想通了吗？什么想通了？是你没想通。你说你这说了半天，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心里扎根刺，还隐隐作痛？废话，往你心里扎根刺，你不疼啊？往哪儿扎都疼。这怎么叫乱七八糟啊？你懂不懂呀？这是我自己心里总结的话，我的经验之谈。我是吗？来，干嘛呀？你以为我没看见啊？我刚刚看见你在看这个，这什么呀？啊，你上班时间你看这个，你还想不想干了？还给我！什么叫这些东西？我跟你讲，这都是大师写的，隐隐作痛，这都叫心灵鸡汤。懂吗你？我跟你讲，你就得听大师的话，你就得好好的改善自己的心态。喝什么喝呀？我知道，在你心里啊，我特别土。真的是觉得你是特别特别善良的人，但是说实话，你刚才说了半天吧，又是刺又是心的吧，
我真的是没听懂，但是有一句我听明白了。隐隐作痛。我想说的是，我听明白的是，你是在真的关心我，好吗？行了，我一个1.8米的大老爷们儿，还没有这点心理承受能力啊！我看你呢，安慰我呢，也安慰的挺费劲的，以后就免了，我心领了，好吗？你要再说，我就真的隐隐作痛了啊！赶紧去忙吧。隐隐作痛。来吃一个。我不要吃，我要见小梁。小梁为什么不见我？女董，他是不是生我气了？向总他没有生你气，他只不过是因为工作忙，现在过不来。你好好把这些东西吃了，养好身体，就可以很快出院看到他了。病人的情绪很不稳定，为了防止过激行为，给他打了镇定。他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人，想要见的话，可以让他过来见见病人，对他的康复应该有所帮助，总比像他现在这样总不吃饭好。你们还是要注意他的情绪。谢谢。小亮，怎么了？我现在在叶琪这儿，他的情绪特别不稳定，也不愿意吃饭，你有什么办法吗？不愿意吃饭啊？你去给他买碗辣白菜，他以前很喜欢吃这个，如果有辣白菜的话，他应该就会吃饭的。好，谢谢。就不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这之前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吗？他一直不肯吃饭，说一定要见到你，如果你不来他就不吃东西，然后说了很多你们过去的事情。既然他想见我，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他前几天才出事，现在人又不见了，有个万一怎么办啊？病人家属，我们从监控已经看到病人已经跑出医院，状态非常不稳定，我们现在已经派人去找了，你放心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找。哎，不用了，我怕叶琪见到你又受刺激，你还是在这儿等吧。他一直不肯吃饭，说一定要见到你，如果你不来他就不吃东西，然后说了很多你们过去的事情。为什么变得那么空啊？
时间真的过去了吗？我们好多东西都不见了。我在阳台上种的花，我在门口放的我们的情侣拖鞋，还有床上印着我们俩笑脸的大报纸，都不见了。还有你送我的 CD， 里面全是你写给我的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为什么他不见了？漂亮的不是面子，这是我们一起设计的婚纱，但是他被撕烂了。我们是真的分开了吗？我每天都在医院等你。从我醒来之后，我就会看着窗外，一看就是一整天。我觉得你会来的，但是你没有来。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拖着绝望离开你，只有你放弃彼爱的真理。我做错了什么？弄了半天把我约出来，就喝这么低度的酒啊？啊，换个烈点的呗。叫你出来不是斗气的，但是小爷今天出来就是出气来的。不用你说，我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叶琪醒来之后，我跟米朵之间也出了很多问题。说吧，你准备怎么办？我觉得米朵好像不太对劲。有什么不对的？不是，跟他相处久了，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尤其在叶琪的事情上，他宁愿自己难受，也不愿意跟叶琪说清楚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怎么想都觉得奇怪。你觉得米朵奇怪是吧？米朵奇怪在哪儿？啊？我看是因为你这段时间的处境太复杂，这边是你的前女友，对你一片痴心，你还得处处照顾她。那边是你的未婚妻，你知道什么叫未婚妻吗？你跟叶琪说了什么？你告诉叶琪，叶琪是你的女朋友，而米朵只是你的秘书。米朵作为你的未婚妻，她会怎么想？你这样做累不累啊？如果你累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把米朵还给我，我可以照顾好她。想动手是吧？来啊，到这儿来。来，这次我先放过你，这种话我不想再听到。
俩大老爷们真是挺逊的啊，都到了这种地方，酒吧，我们还在聊米朵，聊夜琪。算了，不想了，走，放松放松，走啊。你觉得我会对这些女人有兴趣吗？不，怎么了？又没让你干什么？这帮女的就是这样，差不多不就完了吗？放松放松而已啊。啊，行行行，你说了算。我觉得有些时候真的，有些女人在男人心里就像一根刺，什么时候碰到她，心里就会隐隐作痛。你还会不会好好说话？怎么了？你不觉得我说的很有文采吗？你看我干嘛？不用崇拜我。出去，我现在要跟米朵表白啊，谁拦着我跟谁玩命。哇，你们俩疯了吧，喝这么多酒。没喝多少，我们就喝了一点儿，你知道就是不是就一点儿。小点声。米朵 I love you。 米朵，米朵，我跟你说啊，为了你的幸福，我现在打算我不再爱你。你们俩真是的，都长这么大个，来来进来进来。你坐。睡觉啊，要不然的话把你们全都给我扔出去。想不理我的，是我不好，对不起啊。
米朵在哪儿？一早就出去了，他不是要去医院吗？照顾叶琪啊。哎，对了，叶琪马上出院了，你准备怎么安置他？我还没想好，不然让他住回以前的老房子嘞。我亏你想得出来啊！人家现在刚刚大病初愈，脑子还不清醒，你把别人放在那么偏远的一个老房子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谁负责啊？哎，那我总不能让他一直待在医院里啊。再说了，过点正常人的生活对他恢复记忆有帮助啊。咱大老爷们儿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事儿已经到肩上了，你就不能随便撒手。我不管这事儿你怎么处理，反正你得跟米朵商量着来。你知道米朵为什么一直躲着你吗？那是因为他现在最大的心病就是叶琪，在你面前你不提这茬，他怎么好意思提啊？他现在躲着你，其实是躲着自己，要不然哪天一不小心又看到你这张臭脸。哎，你看看看，就这张脸要多臭有多臭。你别以为出了事你自己一人扛着那叫担当，真正有担当的好男人要让自己的女人心情舒畅。叶琪这个事儿，如果你跟米朵一块扛，那叫有情有义，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扛，那叫拎不清。现在米朵需要的是你对她的肯定，所以如果你真的爱她，你就让他跟你一起奋斗，但是前提是你不能让他受到伤害，这很难吧？我就说了，你没有了解米朵。这话你爱不爱听我不管，反正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不能一天到晚在你们身边当你们情感调节大师。我已经想好了，我要积攒我所有的人生热情，去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没什么事别烦我啊。这我喝过。谢谢每天都过来看我，还有这几天的事情真的很对不起，是不是吓到你了？是我没有把你看好。你别那么说，其实都是我不好，现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米朵一早就来了，你要好好谢谢米朵。你过来了。今天身体怎么样？好多啦。多亏米朵这些天一直在照顾我，但是昨天晚上很奇怪，我又做了噩梦，梦到一些特别奇怪的事情。我好像结婚了，又好像和米朵在吵架，反正就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说你梦见跟别人结婚，那个男人是谁啊？我没有看清，但是好像不是你。你再仔细想想，还梦见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要一想起以前的事情，我头就会特别疼，好像有很多事情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我一样都抓不住。没关系，那你先别想了，等你恢复再说。说叶琪可以出院了吗？我们去给他办理出院手续吧。真的吗？我可以出院了。嗯，那肖亮，我是不是要搬到你那儿去？啊？啊？怎么了？我说错了吗？我跟肖亮虽然这段时间
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我们很快就和好的。不行，我有别的原因不能让你住进来，不方便。有什么不方便？我们之前不是一直住在一起吗？我跟你，算了，以后再给你解释。我不要听你以后的解释。你告诉我说我们两个没有分手，但是我醒来之后你对我的态度全都变了。这五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要你现在就告诉我。叶琪，我们确实已经，你今天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是不是你想的那样。肖总他会愿意让您住进去的。这是我们的新家吗？真漂亮。为什么要让叶琪住进来？他才刚刚好不久，而且他刚刚在病房里面还头痛，我怕他又想起过去的事情，做出一些什么刺激的事。反正就只是让他过来住几天，就让他住吧。你不会真的以为他只是住进来吧？床好大好软哦，是我们的卧室吗？你们的卧室？对啊，不是我跟肖亮的卧室吗？那边的卧室你就不要进去了，我不喜欢别人弄乱我东西。我知道了，我明白，这段时间我们俩发生了一点情况，所以要暂时分开住，对吗？我可以接受，而且我有信心，我们很快就恢复到以前的样子。我的意思是，我不会在这儿住，我要搬出去一段时间。不过我每天都会过来看你的。什么意思啊？你要留我一个人住在这儿吗？你不是说过你会原谅我，会给我机会的吗？叶琪，你毕竟失去了五年的记忆，如果我们每天在一起，你就没有一点冷静的空间了。医生说过，这样的话对你的病情没有任何帮助。再说我请了家庭医生和保姆来照顾你。叶琪，你一直非常的坚强自信，我相信你一定能挺过这段时间。看来我真的做了让你很难过的事，但是为什么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米朵，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对吗？你可以告诉我，我到底做错过什么吗？你别这样。等你的情绪稳定了，我会慢慢把这五年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你。你别着急。是你让他搬进来的，那我只能换别的地方了。哦，我可不住酒店。哦，啊，我也不能回我爸家，我更不可能去买个新房子。总之，我必须住以前住过的地方，最好是我熟悉的。哦，我想到一个地方，一定是你熟悉的，也是你去过的。这还差不多。你说什么？让他住在我这儿？小点声，他现在在外面停车呢。我告诉你，好不容易把他给骗过来了，你待会儿千万要让他留下来。留什么留啊？我连你我都不想留了。再说了，你自己的男人没地儿住，你让他住到我这儿，这算怎么回事？我也想过跟我一起，可是现在我一直都在照顾叶琪，如果他一直来我家发现我跟肖乱在一起，他岂不是又得受刺激？那也不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我家里绝对不允许有第二个喘气的活物。当然了，你的除外。那你是非得逼我要跟肖亮住一起吗？哎呦，胖子，谎言永远没有办法掩盖谎言，你再这么圆谎圆下去，结果肯定会很糟糕。所以在这之前，我希望你能够鼓起勇气跟肖亮说实话。我当然也想说实话，可是我都已经答应过肖亮他爸，告诉他不会再伤害肖亮的。再问我一次好吗？就一次。
我要住你家，我不住这儿。你说要住熟悉的地方，这儿多熟悉啊，是吧，雷鸣？微笑的好像就是在哭泣，在十二月悲伤是秘密。我帮你擦去那眼角的泪滴，却我难不到你的心底。和你在一起，每天都是好天气，留别的蝉鸣透露出我的心情。我提醒我自己，好朋友完美的距离，害怕终究要和你分离。假装最关心的朋友，我静静为你停留，其实我知道你的心它为它震动，而我一心想只为你守候，就止也不留。但时间已解开了结答，或许我们永远只是好朋友，而他是你选择幸福的人。在你身边的我有时好心疼，只为你守候，争执也不留。但时间已解开了结答，而我依然是你。